眼睛是灵魂之窗哦，人长大了，眼睛会说故事，因为我们是演员嘛，每天都需要看剧本。但今天戴上这 Vlogs 镜片以后呢，我跟年轻人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，你看是不是？不管是远中近的好，我很快就能够找到那个焦点。不管怎么样，什么角度的好，我都不需要再这么辛苦的去找。以前是我适应那个镜片，现在是镜片来适应我的眼睛。